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》，这是我们1844期的节目。我们将给大家分享一款老的玩具《银河之力》里头的 Undermine， 或者是叫做 Dino Shot。那美版跟日版的名称呢不太一样啊。那美版的话呢，称呼它叫做 Undermine。那我在 B 站上的话呢，有找到一款，那当时那位好朋友呢，给它的翻译叫做毁灭。那 Undermine 也是破坏的意思。名字听上去很霸气啊，但怎么感觉着有一点杂兵的感觉啊？这个呢，杂兵呢跟精英怪啊，还是杂兵啊？精英怪跟杂兵的差别呢，我真的觉得是在这个东西。如果你认定它是眼睛的话，那它一定就是个杂鱼；如果你认定这个红色的部分呢是眼睛的话，那它可能就是个精英怪啊。如果你这边是眼睛的话呢，它就是一个有的像是鱼一样的眼睛啊，这非常的可爱，有点搞笑。如果你认定这里是眼睛，那它可能是一个戴着特殊造型头盔的武士，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呢？那因为银河之力这个动画呢，其实我也没有看，那我更不清楚这个叫我什么来历，我就今天单纯给大家讲玩具了啊。那作为一款老物的话呢，它的关节保持其实非常的不错啊，关节什么都还是蛮紧实的。而且呢，这一款玩具的话呢还非常保存的不错，它还有附带这个能量镜的钥匙。那这个钥匙放下去之后的话呢，它会头上会冒出一把刀，这个呢叫做什么呢，叫做最后的兵器。如果你没有把握杀死对方，以及不用你会死，不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，你就不能用这个绝招啊。这个梗有点老，对不对？有谁知道的可以回复我一下啊。用了一定能杀死对方，跟不用你会死啊，两个招式同时，两个情况同时成立才能用的绝招啊。这是哪一部二次元作品啊，有没有人知道的？行吧，那他的一个武器是一个锤子，或者叫流星锤。那他的手臂这里有个洞，这个洞的话呢就是可以安插这一款武器，左右手是可以互换的啊。然后呢，他的手臂是龙头分裂出来，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龙的头在这边，它的手部可能也就是这样子了啊。那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是手肘，估计可以说是手肘的可动关节。那腰身就无法动了，脚前后的关节还是挺紧实的啊，膝盖也不错啊，这个铆钉这部分就稍微有一点点松啊。脚的话呢也完全可以侧踢，非常扎实的一个玩具啊。那它的体型大小以现在的玩具来说，可能就是跟核心级啊会是比较接近的，但是塑胶啊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扎实。那造型其实越看越觉得还是不错的啊，特别是如果你把它当精英怪来看的话，这个胸型什么都很漂亮，这个翠绿色的感觉呢也是很好的一个视觉效果啊。那我们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把这个部件呢往前面转下来，转到这边它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在这里啊，直接将这个手臂往前面转下来扣进去，然后呢整个胳膊的话呢往前面这样推过来啊，这里有一片部件折下来到这边，好嘞，到这里，然后呢两个结合，哎，就变成一个龙头了。那这个后面这块部件就是往这里啊往后边推过去，它没有一个能够扣紧的一个关节，纯粹是靠这个地方的关节紧实度啊。然后呢把这个脚后跟放一下啊，最后的话呢就是把它的武器啊以这个地方把它扣上去，就会变成它的一个脊龙的背部了。哎，原来这家伙的另外一个形态是脊背龙啊，有点让人小意外啊，光看这个造型还以为它变成一条鱼，对吧？啊，后面这个造型你看就是一个类似像一条鱼在后面。那它的在这个情况下呢，能量镜钥匙的话呢啊，你把它插下去，这个 OK 有点自杀式的武器啊，这个不是砍到自己吗？啊，当然了，这个玩具本身设计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弹射的功能啊，就增加一点乐趣啊，也不要去计较它这个东西会不会砍到自己了。它的可动呢，头部的话呢前后稍微动一点，这里主要关节在这边，嘴巴也可以张开啊。各位能够看到啊，这个塑胶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啊。然后里面又有牙齿的刻画啊，嘴巴张得非常的大非常的大，手这里这个手也是做得很狰狞哦，非常的不赖，看上去很尖但摸上去很安全啊，这种老玩具的话还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的。那脚后跟
啊，这个地方脚的可动作是比较好一点，那站立性也是不错的，有一个狂派的标志在这边。龙形的话呢，会比人形的话呢会更加的好看，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是不会怀疑的啊，甚至你可以说它每个造型都不错。那变形也是相当的有趣的啊，就主要是两只胳膊呢合起来变成一条变成一个龙的头这个样子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谢谢小李给我们一起分享这款银河之力的 Undermine， 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